拥有1479匹马力的 Bugatti Chiron 最高时速可达到260英里每小时，这样的速度几乎已经秒杀所有车。可是 Bugatti 还不满意，改装后的 Chiron 在德国的试车赛道上突破了300英里每小时的好成绩，成为第一辆冲破300英里大关的量产跑车。在过去的六个月里， Bugatti 与其他公司进行密切合作，改装后的 Chiron 车身比原来长了25厘米。为了减少阻力，不光拆掉尾翼以及空气制动器，还采用了激光自动控制行驶高度系统。 Bugatti 也为改装版的 Chiron 设计了全新的排气管，让引擎出气更加顺畅。车内安装了一个安全赛车座椅以及一个完整的防滚架，在副驾驶的位置安置了大量的电脑系统。除了有更好的车身空气设计，8.0升 W16 四涡轮增压汽油引擎也进行了升级，马力从1479匹提升至1578匹，变速器和四轮驱动系统没有改变。 Bugatti 其实在2019年8月2日就已经完成了上述的打破记录，但最终的结果需要等到德国 TUV 技术检验部门认证后才可以公布。